啊，但是你可以决定要不要上家，啊，因为你想用好说，我不想也可以，没问题。啊，上家，正常。回家可以上一样上家，应该是不会上家掉出来吧？对啊，哎、欸，三级，你这样写应该就不会很大。比如上家要清洗的时候就保护起来。对，所以你可以决定要不要上家。对哈，那其实。嗯，记得上下一样上上班，嗯，不要放在这里，放在几串 ，OK， 那这样，这个可以直接。上胶是上哪边？看听不太懂，是上中间了。中间，越靠近上面，因为你要这样子插进去嘛，上在这个地方，你插进去的时候，胶往前面。OK， 好。那你有上错的话也没关系，就是推不好而已，就是留下很多的那胶在外侧，这样就搞出来了。所以我说要上的胶是这个原因。哦。会不会推错了？要上。嗯。用提供说话就可以了。这样就过来了。这样就不会溢出了。OK。好，OK。